我们接线的话，就先这是电机线接到那个油泵电机上，这就是那个主电机线接的，油液压电机线应该是从这面穿过来，然后右上角这是电，这是电磁阀的线，这是电磁阀接油站这边的线，这个线分颜色对号。对号接是两边的对号颜色对上相接就可以了。这是接冷却油泵的，写着水泵，那个水泵线就是接这个泵的，三根线三个头，正反转的话到时候自己调一下。就是行程开关的线，有行程一，脚踏，行程二，行程三，这就是针对它的行程一，脚踏，行程二，然后对面有一个行程开关，行程三。这个是电源线，这是最后接电源线，三相线，三相电。